12月30号最后一天，大家很清闲的可以在这边谈谈聊聊哈。慧泉法师也讲了很多澳洲的这个风景。大家如果明年2013年哈因缘有这个因缘，我们大家就去澳洲去参访，好不好？好。刚才那个泰文哈，你的棉被毛毯120个，好，24000，剩下的11000，剩下的哈是二姐全包的哈，所以说功德圆满24000，所以入到我们放生会的功德款里面来了。那这样也可以拿到三大去，想问大家每个礼拜天起个大早来这边参加，好，又修福修慧，真的是大家功德圆满哈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